阿坤呢说用癸水，赵小姐说丙红了，用什么去丙入木了，用什么去克它呀？寅水啊，你说一个说是癸水，一个说是寅水，要用哪个？一定要用癸水啊。为什么用癸水？同性相克啊，友情相克，异性相克往死里克啊。你把它是入木是克的不入木了，但是也把它杀了啊，这个同性之间打架是分你死我活的，异性之间呢，最多分分钱，大家还是哥们儿。啊，克要用异性相克啊，啊，我克者为妻财啊，你能给你老婆钱是愿意的，啊，同性的兄弟之后那真的是刀刀杀，这个同性相克是最猛的啊。如果说呢，你可以这样，比如说这个，用这个先用癸呢试一下冲这入木。没冲开，那就换成刃，冲开了立刻把它撤掉，你再去刻下去，那可能就你受不了啊，你的饼就受不了了，好吧？然后适当加大，适当加小。有人说师傅，我就不用刃，我加大鬼行，哎，那是更好了。这个药呢，叫什么中药呢？以温和调理，不行，我再慢慢加大药量，我不用那个猛药，刃是猛药啊，好吧？哎，师傅，这块用这个癸水，癸水是什么东西啊？师傅就想风水轮吗？风水轮啊，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慢慢那个小的流水那个啊，反正就跟水有关系的，慢慢流的，永远动的那种啊，那就属于这个类的啊，有流动相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不做流动的相啊，那还要用那个鬼，那他直接把那个鬼啊那块打开，里面有很多相意，往上加就行了，好吧？啊，加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大家不知道用癸用什么东西呢，把那个癸的那个叶打开，往里找那些东西往上加就行了，好吧 ？OK， 啊，丙呢是用癸啊，丙用癸。乙用什么呢？庚金。对，用庚啊。乙用庚，庚是什么呢？我们经常用的什么？哎，我那个道场还有这个玩意呢，叫什么？你们也经常也买的，叫巴黎什么那个铁塔啊，埃菲尔铁塔。哎，我们经常用它。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也可以用，叫什么？文昌塔。文昌塔这个时候要买个什么的？啊，买个铜的啊，铜的金属的啊，因为呢，我这个。要做庚的相了，好吧？啊，戊用什么呢？戊，阿坤说了，戊呢用什么植物啊？那就放一个什么嘞？放一个什么发财树嘛，啊，他这主钱财嘛，那就发财树啊，或者是那个得发财树植物啊，发财树跟那个招财树啊，跟那个钱财有这个东西的啊有关系的发财树啊。大家各个学员感觉化解难吗？不难，这样呢理通呢神自明，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概念你就好弄了啊。哎，师傅啊，你怎么用这个？你怎么用的？其实师傅也不是神的，这些东西呢，师傅也没有提前备课，也没准备。你到时候一看呢，自然而然就感知。人家阿坤他自己都慢慢就上来了。你这个理通，其他就简单了，好吧？就怕你理不通，那就弄起来，用这个东西都为啥、为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你咋弄？好吧？速通啊，理智通，理通啊，神智明啊，大家理解这句话啊，这句话呢是说给什么说什么的呢？说如何化解的啊？不会化解的，就是呢，速没通啊，理不明，所以用啥呢也不知道啊。哎，用木呢相克可以，你说不克，克力量就大一点啊。什么叫克呀？就是找上门来了啊，面对面的这个要这个做事了，这叫克，
冲嘞，就是那什么叫冲嘞？风吹啊，外边的外力，外力叫冲，冲呢比克呢要弱一点啊，啊，甲庚相冲啊，乙庚相冲，丙壬相冲，啊，哎，丙和壬也相克，是不是？啊，它也相冲，它也相克啊，所以丁癸相冲啊，戊己中央土没有冲啊，要赶上戊己咋办呢？啊，那没办法，只能用克，因为它在中间，没人冲不着它。凡是喜之神呢未冲，五忌之神呢，所忌之神呢欲冲，啊，它这个忌之神啥意思啊？就是红字嘛，不好的嘛，啊，好的呢就别冲嘛。啊，好的就别冲，不好就冲。生门干干净净的，冲不冲啊？可别冲啊，一冲钱就没了。然后生门红了或者有问题咋的，就冲一下啊。但冲的话呢，也别冲到生门上，冲那些什么原因上。因为生门只是在这个啊坎宫红了，什么字儿都没有，什么东西没有，你别冲啊。这本来他生门就有问题，你再冲他，他妈就把病给加重了，啊，把病给加重了，好吧？啊，所以这块啊，咱们举个例子啊，举例子啊，举个什么例子呢？举一个这个艮宫的啊，艮宫是什么入木啊？庚己丁啊，庚己丁，哎，这个庚在这儿，师傅庚在这儿不是畸形吗？啊，所以他呢最厉害了，所以师傅一看到庚就最厉害，他是一个庚一个那个癸，他是畸形加入木啊，这个就厉害了，叫畸形加入木啊，这个就难弄了，畸形难不难弄啊？难弄，然后入木是不是问题？是问题，畸形加入木，他再给你画一个空王上去。啊，那这个故事就更来了。这儿呢，再来一个啊，看这个是什么啊？什么这个宫位？是杜门啊啊，杜门在红了啊！天哪，这四害在这开会了啊！这咋弄啊？是啊，你要说有很多人这种盘有的啊，庚在这红了，然后杜门在这也红了。啊，然后再加上空，你家说这四害在这儿开会了，你一行动咋弄啊？这就复杂很多了，好吧？咱们呢这块呢复杂也要弄它呀，因为怎么说，这种现象是有的，好吧？哎，庚在这儿怎么弄？庚呢用什么呢冲它呢？入木，咱们入木要冲它嘛。啊，庚在什么啊？甲庚啊，甲啊，用素呢，啊，冲这个庚啊，然后畸形呢，什么乙庚是不是合呀？啊，然后呢，甲是不是木啊？啊，然后用乙也是木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甲是大树吧，大树，然后乙是呢小树，然后呢，但是四树就能跟庚有这个关系啊，树。啊，草木类、树类的，树和木类的啊，树和木类的，是不是跟那个冲就有关系了？然后呢，因为它畸形嘛，畸形还要合一下，它是乙嘛，啊，这块是甲大树，它什么叫大树，什么叫小树，就相对而论嘛，就咱们找一个这个叫什么啊？哎乙庚庚主技术啊，这块有杜门还堵了往前冲的。啊，庚啊，乙庚合，做庚的像乙庚合，乙庚合啊，这还有个杜门，杜门在堵的话，有一种东西叫什么？这么长长带刺的仙长还仙剑呢？高高的带刺的叫仙长吗？仙长还是仙啊？还仙长还是仙剑呢？反正很多老人喜欢种这个玩意儿，啊，长长的这个东西来的，啊，这是不是叫什么红花果，火龙果，啊，对对对，类似于那个东西啊，对，然后呢有这个东西来，你看它是不是也有庚的像啊？然后它是不是也有这个木的像啊？是吧？它往前冲的话，是不是又有突破杜门的像啊？啊，好吧，
晚上这样去想，去综合想出这些东西来的啊，好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宫位上的这个东西有问题啊，一定要综合，别更弄一个东西，这个杜门弄个东西，这个弄就太杂了。你要如果说这个不好用的话，再加可以，好吧？再加东西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慢慢去想啊。就是先综合它所有东西之后，哎，找个东西啊。啊，对，补充，或者感觉哪儿不行的话呢，啊，这个杜门的话啊不行，再加杜门的东西啊，这块不反正往上加东西啊，那个刚开始做的时候就综合一点。然后呢，这个丁呢，在这块我们用什么啊？用癸啊，丁用癸啊，丁用癸，癸的话呢，怎么说癸的话，哎。小乌龟也是鬼哎，小乌龟也是鬼，啊，然后有一个那个企业的这个做企业说，哎呀师傅啊，我的小乌龟死了，师傅说我这财也不好了，我说你本身的鬼就红了，你养乌龟也不太好，他说那乌龟不长寿保佑我的吗，在屋里动一动，那个不也说动向吗？我兄弟啊，人家在外面是动向，在那小鱼缸里他能动哪儿去？他不还是？这个困住了嘛？啊，他说。所以一发一个盘就是入门痛，然后根基什么空嘛。他要去帮你去了。然后呢，那个我说你那个在那个里面那个小鱼缸养他，说啊，说死了是好与不好？我说那个动那个没有就没有了嘛，没有什么好与不好。他咋办呢？我说你还给他举行一个什么那个这个什么追悼会啊，这些法事啊。说那怎么着？我说你要有情感的话，你把它埋在树下面就行了嘛，对吧？树是甲嘛，正好那个啊，跟那鬼他们合嘛，啊，哦，还以为多大事儿，我不是大事啊，这个鬼啊，己呢？己是什么？哎呦，己就没办法了啊，戊己的中央土没有冲啊，己呢就用什么？用克了啊，己就用克啊。己呢，啊，对，己呢只能克它，因为中央土没有冲啊。喜之神呢未冲啊，好的东西呢别冲啊，不好的冲一下。这块呢大家背下来啊，这个唯一师傅让你们背的，啊，你们呢也不背也行，为啥呢？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表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表，大家呢。把它背下来最好，不背下来把这个表贴在床头上啊，叫乙丙戊乾，乙丙戊乾啊，乙丙戊乾干嘛的？入木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啊，癸和甲在坤，癸和甲在坤，癸甲坤。然后这块呢，要把这个圈上啊。在我们这个阴盘奇门的甲是永远不入木的啊，因为我们的甲在哪里啊？在直符里面啊，直符是八神，是永远不入木的啊。我们这里呢没有甲的啊，甲呢我们那个道家这个里面讲的甲，道家这个阴盘奇门呢在直符里面啊。哎，这个笔不行哎。哎，我们的直符里是甲，因为直符呢是八神，所以它永远不入木啊。所以咱们道家里头那个这个里没有这个甲入木一说啊，没有甲入木一说。啊，乙丙啊，乙丙戌在前啊，这个癸呢在坤啊，丁庚己啊在艮啊，壬癸。在巽，壬辛呢在巽，这个壬在巽宫是什么？鸡形加入木啊，两个加入木，两个啊，这个挺麻烦的，一个是壬，一个是庚，啊，他们都是鸡形加入木的啊。啊，庚也是这个鸡形加入木的啊。壬和庚他俩啥关系啊？
庚呢，庚金生壬水啊，壬水是他儿子啊，壬水儿子，然后呢庚是认他爹啊，父子关系啊，他俩是父子关系啊。然后呢看啊，戊三啊，戊三庚八壬癸四，这是畸形啊，上面写的是，上面讲的是入木，这块上面讲的是入木啊，啊，这前面两人就是入木，后面为畸形啊，有写啊，叫戊三啊，戊三庚八壬癸四啊，辛酉己二忌为刑啊，这个口诀一记下来，那就 OK 了。排盘的话，原件再错，无所谓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啊，一眼溜出来就溜出来了。所以这个表格呢，我说过这个几遍了，你们回家尽量把它复印了，打印出来贴到床上。要不说你说师傅都不用贴了，我能把这两句话背下来，那就 OK 了。因为咱们原件有的时候会错，你错了之后呢，你那不这个东西没记下来，你就解盘读盘就读错了，好吧？啊。记住啊，戊三庚八壬癸四啊，辛酉己二忌为刑啊，丁丙戌啊，丁丙戊在前，然后坤癸在坤，然后呢丁呢庚己呢在艮，然后呢壬辛呢在这个巽啊，就是这个畸形和入木，畸形和入木。哎，这就是表格了啊！这个表格呢，这个一定要把它这个记下来或打印出来，并不是这个知识啊，这个门破还没讲呢，讲了再说啊，并不是这个知识多重要，因为我们远件也经常出问题，好吧？我们休息几分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讲这个时间看具体相应啊。是这个我们这个奇门遁甲呢牌上看不到的，后面都看到了，看到了的天干这块呢，大家呢就要认真去听了，因为呢它涉及到呢后面呢我们读盘的一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有些这个基本理论懂，它盘读不出来，就是你们对这些相意啊不清楚。然后师傅讲到重点的时候，一定要在书上写啊画。这个甲呢，我们呢这块呢天干上呢，它藏在哪里？在直符上。跟着师傅写啊，师傅往哪里写啊，学员就往哪里写啊，藏在知府里面，要写上啊，在书上写上，藏在知府里面啊。阿坤也要写了啊，甲藏在知府里面，然后呢知府呢是八神啊，他呢有八神的像，但是也有甲的像啊，这两个相应合在一起的，好吧？所以说呢，师傅讲呢叫知府灵宫百灾消啊，知府灵宫百灾消啊，然后呢知府呢是神中最吉啊，神中最吉之神啊，啊知府灵宫百灾神中最的。然后第一个呢是这个一般呢这个临知府的他呢都会做两件事情，要不是做领导的啊，领导，要不这个要画上啊，跟师傅一起画，要不是做领导的，要不呢是做生意的。这个生意的还没写啊，要后面写呢，要不做生意的啊，他这个人有知府，他肯定是做这个的啊。很多人说，哎师傅我不是做生意的，你卖油条也算这个做生意的啊，啊你说领导，我不做领导的，你做个小班组长管两个人你也算是领导啊，好吧？嗯，然后呢看这个东西呢，看什么呢？要先看它的概念啊，概念形容这个词整个的概念，然后要脑袋有这个东西啊。知府呢甲呢啊，是要不做领导的，要不做这个生意的，然后呢这个有一定能力的啊，能管理的啊，一定有这个概念啊，理解上来。然后呢这个呢形态呢是形容呢这个甲的一个啊形态的一个状态的。然后师傅还布局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不用那个，他都根据他这个形态做相根据这个形态去做，好吧？形态是做相用的啊，啊，形态是做相用的，嗯。哎，这个性情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性情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
性情啊，是这块呢是做这个环境风水的，环境风水的。性情做行为风水的，好吧，哎，性情做行为风水的，往这上靠啊。然后呢，这人体头发这块，哎，这块呢也是的，涉及到环境上的，哎，这个人呢，这个，比如说他说，哎，我总这个脱发啊，尽量不要脱发啊，肝脏不好呗，肝脏调一调啊。天天眼睛涩，把眼睛治一治，这个呢也是在什么，在从环境上啊在调理这个甲，好吧。哎呀师傅吧，你说太对了，我天天呢下边啊腰肿胀，哎，把腰治好，哎，腰好了甲也好了，它显象就是有问题的，腰好了甲也好了，好吧。啊，所以说这块呢，这里面写的字啊就很关键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你在盘上能看到了，在盘上能看到的字都关键啊，看不到隐藏起来呢可以借鉴使用，但看到的字呢一定要管啊。师傅讲过这个生男孩生女孩呢根据八卦看，但是呢有这个乙丙丁呢先要以乙丙丁为主啊，因为他已经看，他已经显象了啊，我们就用显象的，没显象的不显象的时候再用不显象的啊。所以这个啊，酸胀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甲，这个一直，这个我的有心中，这个有些人说啊，师傅，我盘里是有甲，但我没当官啊，我没做生意啊，但是我腰酸，那把腰酸治好你就当官了，腰酸治好你就当做生意了，好吧？啊，然后呢，哎，家里有这个穿山甲戴帽，穿山甲的这个大嫂戴帽，我可知道，啊，戴帽是一种工艺品呢。啊，很多人家里挂这个东西，摆放这个东西，哎，如果说呢你这个甲上有问题了，看看你戴帽摆的位置对不对啊，对不对啊，行与不行。还有摆龙虾的啊，这个工艺品都有的，这个摆对不对。还有养乌龟的，乌龟的位置对不对啊，你摆正好的，你说这个生意做的不行，掌控不行，回家一看，哎，真的有个乌龟，小乌龟啊，怎么的，放什么地方了，对不对，好吧。这个贝壳类的啊，贝壳类的啊，这些东西，哎，人家说师傅啊，你说这些我都没有，我们家啊，但是我认为我什么习惯呢，就爱吃螃蟹啊，有的人就爱吃螃蟹，这个一到这个什么什么端午节什么节啊，来二十那个什么大闸蟹啊，然后呢春天呢这个吃这个海蟹，秋天吃大闸蟹，就爱吃螃蟹，哎，这个呢两个象啊，如果说你感觉吃它呢有利于你这个事业发展呢、啊、掌控，哎，那就继续吃，你感觉我事业什么都不太好的时候呢就少吃啊，万物类象啊。然后呢，哎，下面的，哎，瓜子花生核桃，这也是跟吃的有关系啊，哎，大树，看到没，大树啊，很多人问我师傅，我门前这个树啊被雷劈了，还有人说，哎，师傅，我们家这个我生意，我这个店门前有这个树啊，怎么样啊？还是要结合你自己的甲的子符的状态看啊。子符宫位有问题呢，啊，就考虑考虑一个树；没问题就不考虑一个树，好啊，大树啊要考虑。哎，后面这又来了，瓜子、花生、核桃、栗子。哎呀，尤其这个花生和瓜子啊，说师傅啊，这个男孩还差点，女孩说，哎呦，天天吃瓜子。天天吃瓜子，一会儿这个宫位有问题了，一看这个是不是天天吃瓜子啊，说，哎，他是，哎，啊，天天吃花生，吃零食，吃这些东西啊，哎，是，哎，所以你吃了就在吃啥，在消耗甲的子符的力量啊啊，然后呢他不好的就少吃这些东西，如果说呢他不吃这些东西，他这个子符这块有问题吗，就让他吃点花生瓜子，增加什么甲的力量，哎，好吧，啊，这个万物这个东西慢慢理解这个阴阳啊和化解的方式啊，啊，又来了，啊，金玉，哎，是会搞笑吧？他又把这个擦，这能哪里擦掉？啊，金和玉啊，珠宝古董啊，金和玉珠宝古董，如果说呢？想将增加贵相的时候可以加一下这些东西啊，师傅你看有时候化解的时候多带一些金玉啊，增加贵气可以，但是你说我已经带了，然后呢结果呢啊，这个我平时就带这些东西，但是我这个
市场把握的还不好，那你平时就带这个市场把握不好应该怎么办？把它去掉啊，有的时候需要加强，有的时候需要减弱啊。它在这里的成的像的，有的时候太强了也不行，太弱敏吧，这个就慢慢掌握啊啊，这个啊，这里的东西呢都是跟化解上有关系的啊，有一些是行为的，有一些是这个环境的啊，有一些是行为的，有一些环境，自己慢慢看啊。哎，地里烟囱没有了，柱子啊，这块啊，柱子房梁看到没啊，回家看一看柱子房梁啊，这个一天那个事儿做的总麻烦，掌控不住啊，意外多，一抬头一看奶奶的，上面一个大柱子咋办呢？师傅讲了，加个葫芦啊啊，加个葫芦，然后呢这个甲不行的话，一看后面，哎，又一个大柱子在我后面啊。什么叫柱子啊？这就叫柱子啊，看那都算柱子，那个都算，这个都算啊，这个叫什么承重墙，这个都算啊啊，这些都算，这个东西来的啊，这个横梁都算啊。你说有问题呢就要找问题，找到问题怎么办呢？解决一下就行了嘛。啊，上面呢挂葫芦啊，你下面挂的不行啊，离它近才有力量啊，对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如果说承重墙上呢不行的话，啊，用一点这个什么梅花钱呐，啊，中国结啊，中国结是结气了，把那个气就固定住了啊，结住了啊，用这些东西啊，好吧，啊。啊，然后呢你看什么棺材高亢之地，这个大家接触不到，哎，这块来了，省会首都啊啊，这个呢师傅也经常让他们用啊，只是说这个感觉这个甲出问题了，或者支付这块工位出问题了，去大城市啊，有时候看那个小孩啊在五线城市盘得挺好，但发展不起来，我说去大城市，去北上广深啊，像这个轩越呢啊，去巴黎法国啊，去大城市，所以说他有这个相啊。然后呢还有人说，哎，这个职服这块有问题，哎，看看这个多去领导办公室啊，跟那个名人呢多接触，好吧啊，这是行为上的东西了，好吧啊，多去这个。然后呢什么呢？哎，多在东方看看什么？早晨起来看看啊，日出，哎，看看日出。哎呀，在什么时候早上看日出啊？春天的早晨向东方看日出，好吧？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多吃点美味啊，然后多用点高档食品，好吧？然后没事多穿什么颜色的？青色的和绿色的，哎，多穿青色、绿色。大家明白这个师傅讲这个东西的概念了吧？啊，这个甲啊，怎么化解，怎么用啊？先的概念理解它的概念，然后呢，理解这个它的人是什么一个表象，然后根据下面啊状态啊去这个布设一些东西，然后一些习性啊这些东西，它涉及到行为风水，也涉及到环境风水，然后如果选东西就靠这些。这是一个甲。但里面有五个字呢，哎，那个字呢全部综合一起来啊，就弄做这个东西就可以了，好吧。哎，乙呢是什么呢？乙主发展啊，乙主发展啊，乙主发展啊，这块要写上乙主发展，然后还指依靠。乙主发展还主依靠啊，一看乙呢一红了，哎，发展受限啊，一看乙呢没红了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做什么事要依靠啊，自己干搞还不行，好吧。哎，这里呢有几个字要画上啊，希望啊，乙有希望的象啊啊，有这个啊柔弱啊，柔弱啊，这个依附和依靠是一样的啊，啊，有这个像这个希望啊，啊，他这个希望和景门的希望可不一样，哎，景门的希望是放在那里的希望，这个是心中的希望，啊，这个是希望，大家可以写上啊，是这个是心中的希望，乙呢这个希望是心中内心中的希望，景门的话是在那儿看得到的希望，好吧，他俩希望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是内心中的希望。
哎，下面的哎什么中医啊，西医啊，中医和医生啊，妻子，女人妻子，艺术画师作家，哎，这个人生病了，然后正好在天瑞宫里面有个椅，是用什么呢？要去找医生，找医生，然后哪个医生更好一点呢？哎，中医更好一点，好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找个中医的什么医生啊？女医生，哎，哎，这就慢慢就融进来了啊。啊，然后呢，中医找个中医，找个中医的女医生也没治好，那咋办呢？找个画师，哎，给他画幅像，啊，也在做像，啊，也在做像，也在扶持他这个椅啊，啊，扶持这个东西，嗯，然后现在苗条的啊，皮肤白嫩的，又松弛的，瘦脸的啊，这发展不好的什么呢？把脸瘦一瘦也行，像那个范冰冰的做一个蛇精脸啊也行，瘦瘦脸。因为师傅给那个美容院讲过课啊，讲完之后呢，讲了一瘦就不讲了，因为讲那个脸型啊、鼻子啊、什么眉毛啊、双眼皮啊，有一个东西我们讲完之后他们就加大了。我说师傅的这个眼皮呀 这个做一做，眼睛就明亮了，然后视野就打开了啊，未来就会好一点。然后他就跟那个女孩说啊，你这视野不好，师傅讲了，这视野被打开，要做双眼皮。那女孩说，那做吧，啊，收人家10000多块钱做个双眼皮。后来一听，我说就以后不行了。我说你这个听师傅讲一点，就收人家10000多块钱，正常做个双眼皮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啊，好一点就2000块钱嘛。你搞人家10000多块钱，那个人家视野没好，你不回来你就找我嘛。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呢大家结合着用啊，别说这个师傅说这个已发展瘦脸，那明天坐飞机去韩国做脸去了，我要掌握好啊，有这个相啊。嗯，哎，下面这块了，哎，仁慈，这个有的时候仁慈是好事，有的仁慈也不行，这个叫做朋友来了有美酒，敌人来了有猎枪啊，好吧。这个总是仁慈也不行，软弱呢也不行，逆来顺受也不行啊，这个好的事情呢，正面的东西呢，为了发展呢我们去柔弱，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来欺负你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能啊柔弱，好吧，啊一定不能软柔弱。所以说呢，哎，乙呢，人说哎，乙一红了，这个人性格太弱了，他师傅四老天，我要把他硬气起来，他我硬不了。我说没有硬不了的，你想不想硬？就是这个死与活的时候，要拿刀杀他，要不他再拿刀杀你，你拿不拿刀啊？啊，所以要有时候要做结合。我经常说呢，观音菩萨呢是度世的，啊，度万人的，度世的；真武大帝是驱魔的，自己拿把剑杀你的，哪里给你讲那些道理？啊，道人是直接解决问题的。佛家是跟你讲心理的，讲那个概念的，我们不是的，直接就啊，就是法阵就上来了，我不跟你讲道理的，好吧。所以有时候需要柔弱，有时候不需要柔弱。这一块呢，哎，乙一红的化解怎么写，这个人柔弱，所以就写上行为上不要柔弱，嗯啊，你一柔弱就不行了啊，这个人呢太刚强，哎，这个女孩太刚强，哎，要柔弱一点，不要总跟你去打你老公啊，打孩子啊，有这些他上班也是女强人嘛，老板也屌，他妈回家老公也打，那你就要需要柔弱，然后天天老板也欺负他，回家老公又骂他，儿子就踢他两脚，你这个也不行啊。然后仁爱啊，仁爱，哎，仁爱呢，这个是一个叫什么褒义词啊，其实仁爱呢也是在付出嘛，啊柔情啊，善人啊。这个仁爱和善人呢，都是这个付出的话，有些时候付出是好事，有些时候付出也不是好事。尤其那恶人，你越付出了，他越感觉到，啊，对，得寸进尺，啊，依赖啊，依赖啊，依赖这个公司啊，依赖这个马云啊，依赖这个啊，这个百度传媒啊，大家一起发展，这是好的依赖。
你的依赖他呢，他都不行，你不靠他你都活不了，这种依赖也不行。所以大家理解师傅这个东西啊，讲这些东西的概念，万物有阴阳啊，有正反，这些字也有，然后化解的时候都用得上。你要毕竟看师傅你这个这些写这些东西啊啊，我看了你写我就明白，我自己写不出来，或者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写的行为化解。这个我们这个现在有这个好多学员呢，行为上环境上会做小法阵了，行为上写的不行，为啥呢？这个知识面他没看，师傅讲了之后，以后要看什么问题，把这个张纸打开，照着上写，那就多了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12点了，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12点了，好，我们去吃饭。